大家好，我是善婷，我是中华厨艺学院及国际厨艺学院厨艺高级文凭的毕业生，今天想同大家分享一道家常的菜式韭黄炒蛋。在蒸韭黄炒蛋的时候有三个注意的地方。第一，如果想它不黏底的话，就要烧热个锅之后先落蛋。第二，如果想它滑一点，就要慢火炒它，还可以加奶或者加水，令到它滑一点。